他太爱吃了。怀疑他健身就是为了提高新陈代谢，让自己更好的吃。盯很久了，是不是盯很久了？那你这一开始就开心吃啊？豆哥，这个有备用吗？不要了，我独一份，都不一样的。没事，我帮你节约点。那我再吃一个，马卡龙还有吗？那你给我留两个，你留几个备用吗？